我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无语，特别想跟大家诉苦一下，就是最近有很多粉丝还有很多顾客都私聊我，他们跟我说拼夕夕上面有一个店家盗用我的图片，我猜这个店家肯定也是在关注我快手的，我真的希望你看到了之后赶紧把你那个下架吧。我不懂为啥，就是林深不知处系列所有的盲盒所有款式都是盗的我的图片，然后他在主页发了一大堆，然后下面还有很多人在那儿买了之后竟然还给好评。我的天哪，你们知道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吗？他在那儿卖的很便宜，他一个正版盲盒款就卖60左右，但是那个他做的成品真的好丑呀。如果你真的想卖你自己的作品，那请你拿你自己的原创的图片，或者是就那么几个娃娃，旁边也放不了几个配件，你就自己做好了之后放你自己的成品图呗。你放我的干啥？你说你为啥非得来膈应我一下？我真的是好无语好无语好无语。没有经历过这个类似事情的宝贝们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办，我已经私聊他了，但是他还是不删。盗用别人的图片进行商用，应该是属于侵权的行为了吧。